田敦子，我今年21岁，身高161公分。大家好，我叫宫泽佐江呢，我今年22岁，我身高164公分呢。哦，你高我3公分。对，怎么样呢？你穿高跟鞋呢？啊，今天比较奇怪呢。好奇怪哦。Hello，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我是板野优美，我都身高154公分，今年20岁。哎，人家今天穿高跟鞋了。不是说你的身高，是说你的年纪，你几岁？我是你们最年轻的，我今年20岁呢。你不是27岁吗？你长得好像杨爱妃，你看27岁。那个是杨爱妃，不是我呢。而且如果依照这样子来讲的话呢，你们长得好像安心亚跟宝卡卡，今年也26岁了呢。没有，宝卡卡才刚过完生日吗？没有，你们就很像呢。没有，好啦，你们不要再乱讲了。其实今天是要很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 AKB 好体，哎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帮台湾的超商拍广告呢。阿里阿多，嗨，还有呢，大选已经顺利结束了呢，大家恭喜。而且虽然没有出现女总统呢，不过啊，女性是越来越强的呢，大家一起加油呢。而且啊，很多关键时刻都是女生呢。那你看，我觉得马英九当选啊，一定是靠他的老婆酷酷嫂呢，他帮忙他才会当选呢。而且我觉得你们台湾这次的选举，整个选举过程下来都好有风度呢。因为是蔡英文的关系呢，他虽然败选了，可是他讲话很有运动家的风度呢，是可以。哎，而且不止这样呢，连台湾的唱片圈也是靠女生呢，是靠像台湾是像靠那个 SHE， 还有蔡依林，还有萧亚轩，还有安心亚，然后日本是靠 AKB48， 是我们。那我们现在唱歌给大家听。老师谢谢呢。请那个歌迷朋友们帮我们投票选举呢。嗨，我当然知道呢。我们 AKB48， 顾名思义就是有48个人呢。哎，那去年的选举就是你第一名呢。哎，所以呢，哎，这次的那个台湾的选举结束，然后民进党的蔡英文因为没有选上，他说他要辞去党主席的职位，然后民进党整个就一团乱呢。这样子我好紧张哦。如果我们 AKB 后提，哎，敦子你明年再没有选上的话，那我们谁要来接班呢？哦，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？你怎么可以说他没选上？我只是比喻呢。其实他说的很好呢，因为啊，我带领你们已经有好的成绩了，但是总有一天我还是要离开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选出一个储备领导。可是没关系。好，首先第一点呢，当老大就是要有宽广的胸襟。嗨，妈妈是说胸襟不用太宽广，够用就好了啦。照这样子来，我的胸襟很像比较宽广一点点呢。其实你们这样看起来都差不多啦。好啦，第二点就是要比腿呢，腿要好用的腿哦。哎呦，腿，我腿那么嫩 Q， 一定是我赢呢。其实我也很嫩 Q 呢，不然我们接下来的这一趴就来比柔软度呢。你跟我比柔软度呢？Of course 呢。那我们比劈腿呢？好，你先劈呢。我劈了哦。你劈了呢？呢？你真的可以劈呢？什么问题呢？我以前也是踢下去呢。踢呢？那个呢？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那个大腿内侧有点拉伤呢，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劈了呢。你为什么会拉伤呢？可以先拉我起来吗？你是不行劈了？你不下去，我不可以劈呢。我今天不行。好了呢，其实一双好用的腿不只是要够能 Q， 还要够稳。够稳。刚刚是坐在地上。
样劈腿，你有办法站着劈腿一字马吗？你平常不是可以吗？我今天穿裙子不方便呢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。你可以？我可以，而且我很方便，我练了半年，我终于会一字马了。怎么都不知道？假的呢？好，那我现在要表演给大家看。我说的不只要够嫩 Q， 还要够稳。哎，奇怪呢，他到底跟我们差在哪里呢？公子，你去跟他比比看，为什么他不会倒呢？不要那么近吗？哦，还好，差不多呢。怎么可能呢？而且好痛啊！换你，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？不要告诉他弟弟，那可以配合我们一下呢？啊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呢。原来是小腿、中腿、大腿，原来你整个下盘要稳呢。哦，这样子我了解了。我是今天比较水肿呢，我小便完之后又瘦了。哦，其实下盘稳是一件好事情呢。我现在知道，原来当一个领导呢，不但要广大的胸襟之外，下盘也要很稳呢。这样你随便人家推你都不会倒呢，不会倒呢。所以敦子，你千万不可以走，只有你这么厉害的领导，才能让我们 AKB48 继续越来越好呢。OK， 好，那我想想，我们先来唱歌好了呢。好，老师谢谢呢。好。谢谢 AK。 好，来，先过来。